总裁，这个也很悲哀。这样照得到吗？去年，那这去年我在做硕士的时候，在这里，然后在那边，这就是你的末梢血液，对，把板子都设计好。你的血管就比较模糊，你的血氧不够，所以你那个血氧会这样，那个血管管瓣很短很小。哪里管瓣很短？这个。刚刚没看到，没，因为我不会看。你的手，你不要手，不要跟着我，你就放着，放自然。这个，这个就是你的血管的管瓣，这个就是你的末梢的血管，就这么这样子，比较小。这样子怎样？比较小，比较比较短，比较小，就是你的血氧不够，所以说你的那个血液循环没有办法达到比较高，高的位置，所以它血管管瓣就很小，这样子。对，对，它管瓣很小，就对你的身体方面啊，就是你就会比较容易缺氧，这样子。不要只有钱没有身体，这个没有身体，所有太疲劳了，太疲劳，对啊，太疲劳了，这还有你的就黄色的啊，这些就是整个肝功能一样没办法代谢，这个你的管瓣真的很小很短，这上面等于它没有办法代谢的很好，没办法代谢出它这个造成这样。对，那我可以看看你的吗？你的怎么样？等一下可以继续叫他怎么样让老公温柔？等一下我们照他看看。好，照他，因为他说这个。林先生在开始去吧，去找妈妈是有问题吗？啊，八十无虚机，九十的笑眯眯，一百万半又搁两岁寿。你当太傻了。听完这些专家讲完，我要去那边处理我之后呢，希望大家也祝福大家，不能照，只要照人啊，身体健康，讲霸力。好，谢谢各位。自己要可以看呐。对呀。他没有看就不标准啊。杨正义嘞，杨正义嘞。杨振义，那个队长嘞，他进来了，进来了，有的来了，有的来了。你们先就坐了啊，我们中午的时间对不对啊？每人有一个便当啊，好吧，先就坐。然后大家待会有时间在吃饭的过程中，对不对啊？就针对厂商的东西，大家去多了解哈，尤其是我们那个。那个林友吉博士啊，是我美国的同学啊，他奇迹啊，很奇迹啊。我去年老爸算紫微斗数，本来想应该说想想这个地方都有代谢，所以这个地方会不一样。没想到他竟然可以接触这个我们一直上来看，我们管瓣都比较长。为千万分之唯一啊！他的太短了，换个角度，他那个没有看不太到。换个角度说，他用他自己个人的疗法，个人的过程，对不对？把自己救活了，像龙在救活很多人啊！大家中午的时间哈，真的，那东西要多看。我对产品是这样的，真的是好的哈，我们要给他推荐，好不好？大家先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多交流，多交流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各位，谢谢，等一下啊。可以了吧？对，可以了，嗨。啊，关掉了。